姐姐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呀、啊？她让我找出不卫生，这也没看出哪里不卫生来呀、啊。哦，放大镜，我们来照一照。哎呀，你吃的烤串都溅到裙子上了，这也太不卫生了吧？她为什么哭呢？哟，烤串掉在地上了，掉在地上就哭了吗？这鸟拉屎还拉在她头上，你说你也太倒霉了吧？旁边的小姐姐没问题，这位呢？哎呀，那包里买了啥东西？那汤汁都洒到包里了。这有个下水道，哎呀，这里面都是脏东西，都是污水井。这不是用嘴巴托骨的那老奶奶吗？这面条里面都有蟑螂，这面条都溢出来了，还能吃吗？这烧烤大王，哎呀，这太恶心了吧，还在抠鼻屎。这旁边啊都过期了，这烤串都有苍蝇。这还剩下几处？还剩下三处。这强哥在卖鱼，这鱼呀、啊、都翻肚皮了。这水果都咬了一口，这还能吃吗？被咬过的还在卖。还剩下最后一处不卫生，我来找一找，这也没了呀。我都找了一圈了，这图片这么就这么大，这最后一处不卫生在哪儿？你们发现了吗？这没了吧？